郭台铭不是一直自己演说他是国民党的人吗？现在这些做法都是反着国民党，或者是要把国民党给搞倒的做法呀。李大钊从今坦白，我是欧从进。 如果提起郭台铭呢，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啊，有些动作让人家觉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甚至会觉得这个人啊，很多地方不按牌理出牌，乃至于会觉得这个人愿赌呢还不服输。也就是说，从表面上道理呢，你会觉得这个人做很多事情还真没什么道理。不过，整个市场的反应却不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几项。 竟然呢、啊，在国民党的世界里面呢，已经开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开始倒向了这位郭董。当然，他也就大言不惭地说，他要出来联署呢，绝对不止三十五万份联署。为什么我讲的三十五万份联署啊？因为达到三十五万份，你就可以真的独立参选了。他大声地说，他是要一百万。这也就是说。 他认为他有把握，除了基本门槛以外，还在多过了六十五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必须他所联署的里面的人要有国民党的人了。那么这个数字啊，如果我们稍微核对一下，就会发现，目前国民党的中常委呢有，有三分之一靠向了他。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说？他所联署的内容里面呢？ 也会有将近三分之一是来自于国民党，基本上你可以这么看，因为这些中常委是有能力来帮他做私下运作联署的，这就等同于是另外一个答案了、啊。那么郭台铭虽然看起来言而无信，看起来有这么多的毛病，却还是有人去支持他，显然他有别的力量在他后头做一个运作。 那么我们想理解的是，郭台铭既然他愿赌不服输，可是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呢，又有些奇特之处。例如，他之前呐、啊，竟然和柯文哲在金门岛上的海边，两个人手牵手走路，而且还约好要让记者来观看这两个人手牵手走路。请大家要明白哦，柯文哲也要选大位。 而郭台铭呢，更要选大位，一个是代表民众党选大位，一个呢是自己要独立参选选大位，这不是很奇怪吗？两个人都要选大位的人，而且又没有实质的要合作，因为两个人都是要选正的，没有人要当副的，那这两个人不就竞争者吗？又何以两个要手牵手在基本海边，请大家来拍照呢？ 这就令人更觉得狐疑和奇怪了。老实说，这其实就是个答案，因为啊，这两个人如果都坚持要选，并且还能够手牵手，而且手牵手还要拜托大家来看。同时，这两个人呢，还都各自有自己的家庭，以前两个人也没什么感情基础。我想观众朋友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两个人不会有独特的啊、呃，我们说像断背山那样的特殊恋情。 既然是这样，他们是一般性的人物，我们说的是情感模式，他们都各自有自己所谓的健康美满的家庭，所以那个手牵手是做戏，而不是他们两个互相爱上对方。既是如此，这个手牵手是演些什么，给所有的选民和观众朋友看呢？答案是这样，他是要告诉大家，他们两个是充分合作的。 既然是充分合作，而这两个人又都是要选大卫，那么大家想到什么？从这里应该是破解这两个人，或者特别破解郭台铭到底玩的是什么把戏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呢是一定要让国民党被列解，这才是他们俩手牵手。 又都各自要选单位的真实原因。换言之，两个人手牵手是两个人合作联手，然后呢，列解国民党，或者两个人合作联手，让国民党的票呢硬是跌到四百万以下，乃至于更低。我们看到当时候他们牵手的时候，侯友谊所面对的局面是什么？ 侯友谊的局面是他已经可以得到马英九的支持，而且金溥聪已经开始要进驻到他的总部。既然有马英九、金溥聪的话，照理说侯友谊的声势应该被拉抬。那我们看到这两人手牵手之后，后面的发展，侯友谊的声势如何呢？结果是侯友谊的声势没有被拉抬，侯友谊的声势继续被压低，而且。 基本上民调一直在二十到十八之间，这也就是侯友谊长期以来他的民调都被压在像侯秀柱当时被换住的状况底下。那么这两人牵手是不是产生作用呢？答案是是的。我们就这样的有一个新的解读：郭台铭以及柯文哲。 他们手牵手，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把侯友谊以及国民党，或者说侯友谊所代表的国民党的这整个体系给彻底的打到边陲去。他们俩合作的主要项目是这一项。那我们就问了，这两个人，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民众党的主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从民众党的角度来说， 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因为呀、啊，柯文哲他希望他的民众党壮大，就只好吸收国民党的奶水，这个部分确实说得通。但是，如果从郭台铭角度，能不能说得通呢？郭台铭不是一直自己也说他是国民党的人吗？现在这些做法都是反着国民党，或者是要把国民党给搞倒的做法呀。 那他到底在干什么呢？我们认为啊，郭台铭应该是在五月中旬之后呢，彻底的对朱立伦以及最近所属的那个背后的国民党的各地方庄稼体系感觉到失望。他是要借着与柯文哲的合作象征，再加上他个人的财力。 以及他红海集团所拥有的员工数量，来设法弄倒目前朱立伦所领导的国民党这整个党工集团。那你说他怎么弄倒呢？因为目前国民党的体系是什么呢？首先，国民党大概办公的人员呢是两百人。第二呢，他的党代表是一千五百八十七人。再来呢，他的中央委员呢是两百多人。 接着是三十多人的中常委，还有一个是他有将近三十九万的党员。那么，如果他要把这个体系给所谓的弄倒或者肢解，您认为他该怎么办呢？简单的说，他必须从中常委这个表决机构来下手，先弄走一部分的人。接着呢，他必须要有实质的作用，那就是他哎在选票上或者联署上。 形成效应，让大家对侯友谊没有单一的信任，也就是说，他们会有多元的选择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民众党的柯文哲归民众党，而郭台铭的选举归郭台铭，两个人还是手牵手，那个真实的答案就出来了。郭台铭的任务是有效的把国民党整个可能团结的基础。 一定的摧毁，而柯文哲的任务则是把票往民众党那边吸，所以啊，这两者各有各的任务。他们呢，解读出这个答案。于是，这两人在金门的海边手牵手的答案终于出现。那都是对准朱立伦也好，甚至侯友谊，乃至于金溥聪，他们说行购的基础在这里。 被迫害无疑，这样一来，请问派出来如果到时候改成韩国语有没有用呢？或者改成任何一个人，即便是马英九有没有用呢？答案是，恐怕都为时已晚。郭台铭这次和柯文哲的联手出手，就是想要把国民党逐步的变小、裂解，而茁壮民众党，或者是另外一个。 菲律联盟里面的其他势力。感谢你的收看。